就在刚刚大概10点多左右，在高雄的左营高铁站出现了人猴大战。因为在10点半左右啊，就有一只不知道哪来的猕猴闯进了高铁的左营站，是大闹站区，到处乱窜，最后还躺卧在铁轨上头，非常的危险，造成一片大乱，让所有的旅客都很惊恐。机警的民众看到以后是立刻打电话119通知这个警消前来处理，警消立刻封锁了部分地区搜寻。不过这猕猴十分的刁钻，一下子又不见了，让警消很伤透脑筋，怀疑说这个猕猴怎么会跑进高铁站里头，不排除是有民众饲养的。